我们一年一度盛大庄严隆重的供佛在天法会在大家虔诚恭敬之中终于是圆满那么可以讲我们如法如仪的进行相信佛法僧三宝还有24天的天神天将天人还有随从天神同来的侍从天龙八部都能够领纳我们大家的这一份心意那么供佛在天的法会因缘意义功德我在之前法会中都曾经讲说过今天呢就不再重述那么我相信各位我们参加供佛在天法会的斋主一年多过一年那么今年可以说是人数又在创下新高我相信大家学佛这个时间越久越知道我们要祈求之外其实祈求之前首先要感恩那么24天的天神大家比较不熟悉三宝佛法僧我们佛弟子实在这个明确不过了那么我在最后这个时间呢再一次要重述就是我们所供奉的这个24天的天神代表那么接受我们的恭敬供养的这些天神天将那么他们各是哪一天他们的名号是什么还有他们负责跟我们这个娑婆界三界人间有什么样的关照我们的部分我在这里呢简单的做一个说明那么首先在东丹是大功德天我按照顺序讲就不分哪里大功德尊天这就是我们供佛在天法门的除了三宝之外诸天之中他可以讲叫做法门之王他是所有的贵宾当中的主客他负责的就是对于四福就是降下这个人间的幸福安乐财富才华智慧就是由大功德天来负责满我们所愿所求那么我们各位在持诵的善女天咒其实就是大功德天他所讲的咒语那么这善女天咒我听过一些持这个咒语的一些感应那么这一次呢我听到我们主法和尚一宣法师他告诉我他说在圣地亚哥的这个西方寺就他所主持的道场那么就是之前有一位新来的信徒一位女众她年纪只有35岁但是看起来呢弯腰驼背撑着拐杖不良于行很缓慢的移动差不多那样子看起来像50岁的人他发生什么事呢在他20岁那一年就是有一位医生向他求婚但是他的同事有人喜欢他知道他将要答应那位医生他的同事呢心怀怨恨就他的男同事也在追求他就下蛊用这个邪术他这个求婚的当天他马上瘫痪这一瘫痪十几年过去是不能走路的看过所有的医生到最后有医生告诉他说他可能要开刀可能是哪里的问题但是有医生说不能开你不是这个问题你应该要找佛教的寺院去找答案
大概是有信仰的医生啊，告诉他不是开刀能解决，所以呢他开始找试验。但他的问题呢，这个有一位出家人跟他讲，你这个问题要找台湾的寺院，他们一直诵经，他们有法会，你要去那种有诵经有法会的道场去找那里的法师帮忙啊。他的这个亲友要带着他啊去参加法会诵经有比较好啊，但是呢他是不用瘫痪在床，他可以走，但是就像刚刚讲的，他要拄着拐杖慢慢拖着啊，那么去啊。后来呢辗转啊就知道啊，有因为他住在美国西岸啊，终于找到佛光山啦，就找到义宣法师住持的这个西方寺。那么去呢他说人家告诉他要做功课有改善，但是他知道他的身上还有一股力量，他没有办法做回他自己，全身无力啊，这是苟延残喘啊。那么他说人家告诉他也要持解冤咒，他讲不清楚啊，因为他是讲英文的，他不会讲中文，他只是一直讲解咒啊。后来义宣法师听就写给他看，你是指解冤咒吗啊，就写给他带他念，哎，好了一半，但是没有完全。后来呢义宣法师带他念善女天咒，才念一遍，这位小姐呢突然之间醒过来，大声的念，欢喜着念，感恩的痛哭流涕的念啊。念完之后他整个人恢复，他用英文讲，他说这个咒语 so powerful， 他说他念一遍呢，他身上的一股黑暗的绑住他的力量突然咻就离开了，就是这个善女天咒啊。那么这是我听到所有有关善女天咒的啊，这个功德力啊啊最好的啊最新的一个例证啊，所以在这里讲出来给大家知道，这是大功德天的这个咒语啊。那么宣法师还告诉我，他说啊，他本来啊这个整个人憔悴，说像四五十岁，念完咒拐杖就可以丢开了。他为了去西方寺啊，他是住在他朋友家。他朋友家的对面的美国人嘛啊，是看着他啊，从一个五十岁的啊重病患的人去了一趟西方寺，回来竟然是这个好像龙马精神啊，生龙活虎的，蹦蹦跳跳的，开心呐 啊。然后看着他从五十岁的样子变回三十五岁的样子啊，他就美国人去问这位小姐，你是找哪一位医生这么厉害啊啊，你十五天我看你都是这样辛苦，怎么今天你今天去看什么医生回来变这个样子啊，介绍给我去吧啊。他说不是医生啊，是佛光山的西方寺啊，就是这样子的不可思议。义宣法师还跟我讲，他说他看他那个样子，他出门前他现在哪里都不去，只去佛光山啊。他那个样子越来越漂亮啊。那希望我们大家啊，法力不思议啊，佛法的啊这种加持力量确实不可思议啊。那么不管啊你对啊佛法了解有多少，对咒语经文这功德多少，你不管你了解多少，你要相信，只要你全心全意的相信，恭敬谨慎啊，必蒙感应啊。哦，好，这个是我借着大功德天啊，再讲一下啊，大功德天所讲的善女天咒啊，功德不可思议。以今天各位我们在法会之中持守啊，这上百遍的
善女天咒啊，必定能够啊功德啊加持啊。好，然后接下来是大辩才天啊。那么大辩才天，当然一听辩才就知道啊，跟啊智慧法门之一的其中一个表达啊，表达能够流畅，人家听懂，而且喜欢听啊。那么辩才呢，还包含除了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同时呢还具有乐说无碍的能力啊，只要有人需要啊，他都能够滔滔不绝啊，为人演说啊。那么大辩才天呢啊，具无碍辩才啊，能够护持佛法，利益我们众生啊。接下来啊是大梵王尊天啊，其实大梵王尊天呢 啊相当于啊就是我们讲啊耶稣教就是这个啊天主啊上帝的意思啊。那么他统领梵众，深信佛法，助佛教化众生。各位也许觉得很奇怪啊，就好像啊这个接下来的啊大帝释尊天，一般我们讲的帝释天啊，其实呢相当就是道教所说的玉皇大帝啊。其实玉皇大帝也可以讲是发起这个法供佛在天法会的发起人啊，是因为庆祝他的生日啊，我们在崇拜天宫，然后佛教呢就以顺应进入中国之后，顺应中国民间的传统拜天宫啊，那么同时呢尽佛弟子的这个本分呢要先礼敬供养三宝而且不是只有供这个第四天，而是所有的天神一并供养，所以功德更为殊胜那么我刚刚提到的，不管是天主教、基督教或者是道教其实都是护持佛法的，都是帮助这个人世间他们的博爱他们的爱心慈善都是一样让人间更美好的，他们都是大护法。各位可以看到道场呢在这个结缘品，就是西单的结缘品的地方，还有布告栏那里张贴就像在总本山那么我们庆祝佛陀纪念馆这个启用的第二周年那么其实从第一年开始大师就邀请真的叫各方神明各宗教的神明呢代表都来佛陀纪念馆一起叫做神明联谊会这份这个报告呢就在我们上个月的人间福报上两个月的人间福报都已经有刊印所以道场呢特别跟这人间福报的总社联络，请他们加印几百份呢再寄过来大家如果有兴趣有一些朋友想知道，其实宗教融合都是共同为这个守护人间呢那么护佑这善心人士所以可以那边有结缘的部分，大概我看这几天拿下来大概剩下一点各位可以的话带回去给你们的亲友看佛教非常包容非常的和谐跟其他宗教都是这种很友好的往来那么各位可以去看好，那么接下来我讲第这个把这个护持娑婆的这一组叫东方持国天、南方增长天、西方广目天、北方多闻天像他们都是护持我们这个地球，护持国土然后能够护佑我们众生而且呢能够像增长天是让我们的众生的善根增长那另外呢当然像广目天就是他要观察我们这个人间的众生负责叫赏善罚恶不好也有不好的教训好也有好的奖励他在广目天这方面
可是清楚得很啊。那么希望都能够让我们众生升起道心啊。那么这个北方多闻尊天呢啊，他是巡查这个世间的善恶啊，赐予行善众生的福德啊，也就是一般我们称的七福神其中的一尊啊。好，那么接下来呢，这个第三组啊是大摩尼之尊天啊。大摩尼之尊天呢，他是能够救护啊，就是如果战乱发生的时候，战乱之中子弹是不长眼睛啊，但是呢就是他会特别去在这个战乱兵戎四起的时候呢会去在这个共业之中去救度那一些有道心、有修行、有善心行善清净有道德的人会个别的就共业之中他会有这个对行善的人特别去救护这个是大摩尼之尊天那么另外摩西首罗尊天是三界之主那么金刚密基尊天是护持正法九柱然后善止大将尊天是特别拥护修持正法的人。接下来这一组呢是大德韦陀尊天还有菩提树王尊天、坚牢地神尊天、赫利地南尊天那么韦陀尊天呢就是我们的韦陀菩萨是南方天王八将之一他是外护佛法统护三洲那菩提树王尊天其实菩提树王就是佛陀成道时候的那一棵菩提树的树神叫菩提树王尊天那么他一样发愿守护修行正法令众生善根增长那么坚牢地神是大地之神大地之神我要特别说那也很辛苦我们众生啊不重视环保破坏大地啊滥用大地资源资源其实是有限大地呢承载我们酝酿万物然后还要涵藏万物可是我们以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大地其实是供应我们很辛苦我们人类的贪心太重了然后又愚痴的把那些不能融化的垃圾都往地里头藏所以实在讲我们每次看到坚牢地神尊天哎，总是要说一声您辛苦了再拜托您了只有拜托您了坚牢地神坚牢地神的感应我是不是在上个星期天有讲过各位如果没有听到的话我在我们有三个电台弘法节目我印象中应该是在这个 FM 播出都上网都可以听不限时间的上佛光山网站你看这个多媒体的影音弘法里头有电台弘法你点进去三个节目有心灵花园是国语分黑几周是广东话另外一个新的叫与幸福有约它一个小时时间够我还讲了这些感应坚牢地神的感应我真是这一辈子都要感激的是很大的帮忙那么各位这个有心你们就上网去收听好那么赫利地南尊天是十六夜叉神之一守护佛法还有十方国土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日宫太阳尊天月宫太阴尊天这日神月神那不用说破除黑暗温暖成熟万物这是太阳尊天那么在夜晚会放射光明让我们不会害怕能够得到安心的是月宫太阴尊天那么接下来鬼子圣母尊天鬼子圣母这个在佛陀时代佛陀所度化的鬼子母本来是夜叉本来像有些小孩子多病早夭是鬼子母作祟要吃这些小孩是夜叉
但佛陀去感化他，教化他啊。这故事啊，其实很好听啊啊。或者你们去看啊，《释迦牟尼佛传》啊，大师所写的里头有教化鬼子母这一段，也很好看啊。那么，鬼子母受了佛陀的感化之后啊，他改变啊，他原本的恶习，从会抓小孩啊，这小孩无故夭亡、多病，这些就是魂魄都被他抓走了啊。他现在答应佛陀，成为孩子，就婴儿、小孩的守护神啊。所以啊，一般呢 这个婴儿啊，好像晚上会笑啊，这些人家说床母在逗小孩，跟他玩啊，让他高兴啊，欢欢喜喜啊，活活泼泼的，健健康康成长，这是鬼子母尊天啊，是护佑啊这个儿童的，儿童的守护神啊。好，那么哦，包含安产啊，就是孕妇啊，他也都发愿让他平安啊，这安产啊。好，那么说起来罗王尊天啊，这个是龙王啊啊，那么四海龙王啊，主宰人间的风调雨顺啊，所以都在我们的供养之列啊。那么后面呢，星宫乐府尊天、阎魔罗王尊天啊，星宫乐府尊天啊，这个是掌管人间的寿命啊，这个长短还有福报多少啊，这个是星宫啊，之后阎魔罗王尊天啊，一样啊，是看管我们人间众生的善恶啊，造善造恶啊之后的业报论对啊，就是一般我们说的阎罗王啊，阎魔罗王尊天啊，他按照众生的啊这个善恶啊，执行他的业报啊，要怎么样去评定？好，那么紧那罗尊天啊，这个是负责才艺的啊。歌神、乐神啊，这些音乐方面啊，那么同时掌管众生的这个业报福德啊。最后雷神大将尊天啊，这个是护佑我们众生得平安、得顺利啊，是雷神啊尊天。以上呢啊，简单的说了24天的这个啊天神啊天将的啊代表啊，那么不要忘记。还有四重天，四重天呢，就是陪同所有的天神能够抵达我们这里，同时送圣，还要接他们离开啊。各位要知道，客人是最尊贵的客人，他陪同的人啊，也不能够忽略的。如果忽略怠慢呢，下次呢，这个随从如果不高兴，就四重天。如果万一啊。不如法都有得失得罪了，下次啊，那可能跟天神讲，那个地方的人没心啊，不用去了。他在他耳边嘟囔几句啊，可能啊不晓得会不会受影响。所以呢，我们将心比心呢，就是人间是这样啊，天界啊，我们就以这样的心意来揣测啊，希望一切啊都能够圆满，都能够欢喜。今年呢，我们一样在所有的这个斋主的发起护持，另外啊，真的我要特别除了感谢主法和尚一宣法师这么辛劳为我们主持法会，所有的英利法师，我最最要再强调大家记得见到所有的义工们啊，真的合掌跟他们说一声谢谢对，应该掌声啊！虽然我知道，昨天大概都通宵的供菜组的义工菩萨们呐、供菜是不是很庄严呐、每一样他们分组的几组几个人负责某一道每一样都要精心去调配制作那个之前那种设计用心供菜这个是这样昨天请圣的时候那一盘点心，各位有看过这么精致这么美的点心吗？没有其实这些真的感谢所有的义工们当然辛苦的香灯我们香灯大部分
都是青年会的年轻人哦。各位可以看得到他们啊，进进出出，协助法师们啊，让整个法会能够如法，能够顺利啊，能够进行啊。那其实还有背后几组啊，各位比较看不到的，事先要不要插花？事先要不要各席位要准备，要布置所有的庄严布啊，这每一针啊，每一个啊，这个环扣啊，细细的啊，把它啊，我们叫捏布啊，真的啊，这个仔细的把它布置起来啊，要不要排供果啊？我们供果排的是在庄严啊，排之前光是去选这些花、选果啊，包含所有的香烛准备，都要为各位准备的是最好的、最好的香啊，最好的啊，这个蜡烛啊，今年蜡烛啊是总本山特别啊为我们准备的，是不是不同以往？好庄严哈啊！所以我们真的时代在进步，科技在进步，资讯在进步，其实我们还有什么可以有更好的供养啊？大家也一直在想，一直在留意啊。我看啊，这个供菜组啊，嘟嘟师姐他们啊，这个点心组啊，艾达安娜师姐他们啊，从做好之后啊，我最后看过定案说就这样 ，perfect 啊，大家很欢喜在那鼓掌，我看。你也很欢喜鼓掌哈，但是我看他们的表情，欢喜没有多久，马上就陷入沉思。沉思什么呢？明年要怎么样更好啊？那个供养心啊，不停的一直在精进啊。所有义工是这样啊，包含为我们环境保持的啊，这个环保组、清洁组啊，包含啊，这个所有的坛场要布置之前啊，这个桌啊、桌子啊要定啊，要安排，好像我们的村长啊、卢居士啊带领的这个金刚组啊，所有这些啊，大家都是这么样的用心啊，所以这个法会啊到圆满啊，真的啊功德圆满。都祈求啊，回向啊，给我们这个人世间啊，能够更加的啊，真的风调雨顺啊，各个国家啊，可以世界和平啊，能够社会和谐啊，那么这个地球暖化啊，环保方面呢 啊，大家能够做得更好啊，也回向啊，给我们每一位护法信徒所有的。供养的斋主啊，大家每个人的家庭啊都是和乐啊，都是幸福啊，家人都能够健康啊，都能够安乐啊，每一个人身体也都可以健康啊，一切啊心里头啊所想所愿都能够圆满啊，更加要回向啊，就是我最关切的是最根本的。大家一定要回向功德，祈求三宝诸天能够加持我们每一个人，智慧要增长，慈悲要增长，福德要增长，善根要增长。大家真福真慧啊！再一次要恭喜大家了，功德圆满，祝福大家，阿弥陀佛。各位请先站起来。不知不觉时间过得好快啊，两天啊法会圆满啊，那另外中午啊讲话本来啊法会圆满差不多一点钟啊，说了几句呢也快一点半，大家大概都饿了啊，这一餐呢、啊、我还是提醒大家，不管你的时间如何，一定要留下来用这一餐饭啊，这餐饭呢、啊？刚刚我们在送圣的时候呢，还好我们的香灯动作很快啊，每一席位的供菜供饭全部
都收进大寮，重新再烹调就是要煮出来，供养完三宝诸天，现在加持过后要供养我们各位了所以要留下来那么另外呢加持供养过的这些干果也好发糕年糕等等呢，也都准备在这个有个盒子装好了那么就请大家用过餐之后到地学坊去领取这个结缘品盒那么简单这样说明希望就是供佛在天法会圆满，真的我们一年的学习正式要展开明天因为是星期天早上10点一样是共修法会那么当然还是提醒大家就是3月2号人间学院的开学典礼，大家一定要回来，除了听就是本年度到底有哪些课程，哪些人担任那么课程师资介绍另外就是慧宽法师紧接着为我们要进行佛学讲座那其实今年特别是佛学班的课程已经公布在东丹这个社教组的公布栏那里各位如果可以的话先去看一看要尽快报名了一样分初级班跟中级班，还有分语言国语、广东话、英语那也分地区 Markham 道场还有 Waterloo 那么另外呢当然Toronto Downtown 今年也安排每个月从4月份开始都可以固定去讲课好，简单这样说明，我们大家这个要一起精进祝福大家，阿弥陀佛。好，对面站，出班。